第三回合，玲玲依旧名列前茅，获得三颗星。王雷有话说不清，珍妮却战战兢兢，两人只获得了两颗星。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刘娘，刘娘年年变刘牛娘，郎念娘来娘变郎。巧言妙语谁称王？看谁的绕口令最强。今天呢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呢，这个可能怕是我们的姑娘大哥呢，就一直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。真的吗？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破他的记录，是吗？没有人，就看看他在离开我们之前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，创造奇迹。是有点难的。请问你是几秒？我是八秒。八秒，我就偏偏赢你半秒。OK， 来试看看，挑战你自己。刚才是十二秒。三秒好了没有？关键要念清楚啊！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确定一个字啊。OK， 这个字念什么？念谈恋爱的念。难怪我们一直觉得有问题。那这个字念什么？念书的念。都念书谈恋爱嘞？一样音吗？不一样啊。这个念练练练练习，好好练的练。OK， good idea。这个念念啊，练，再来一遍，记住啊。OK， 练。牛郎练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牛娘年。快点，哎，就是娘念娘娘，你都欺负我，不要跟娘争了。给我一次机会。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郎念娘来娘念郎。哦，哎，十秒，还不错，有进步了。这个要快两秒钟，很难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怎么听还是牛腩呢？牛腩面，不错，有进步，来，十秒，好。刚才是11秒。OK， 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郎念娘来娘念郎。漂亮！讨厌你，讨厌你啊！林迪姐，现在记录刷新喽，最新记录是七秒三十七。你只要7秒36，我们都算赢了。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郎念娘来娘念郎。哎，753呢？姑娘，把来挑战一下。不挑战了，我输给他们了。没有。我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次啊，输给嘉宾我很开心。不行。哦，我们赢得不开心。我们就是要你挑战。你已经是第二名。不行，你要念还是念？清楚标准的。牛郎念牛娘，牛娘念牛郎，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郎念娘来娘念郎。哇！耶！三位啦，谢谢你们，不错啊，这个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，我想你们自己也学到不少的这个华语啊。是，当然了，相比之下呢，总会稍微的有点高低啊，所以今天胜出的得分最高的还是玲玲姐。玲玲姐可以获得一下丰富的奖品。我们要在这边非常感谢郭亮一直与我们相伴，做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，更要感谢观众朋友，记得每个星期晚上8点锁定8频道收看我们的巧言妙语谁称王，我称王。参加完了这个巧言妙语之后呢，才发觉呢，原来华语啊不是这么一点点，原来是这么深的。那今后呢，我真的要好好再研究研究一下。看到他们两个，本来我很有信心的，哎，真的太久没有读书了，所以呢，我妈妈看到这个节目一定会骂我的。最好玩的单元，我想的就是绕口令，因为我觉得呢，这是我的强项。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最厉害的。来到这个节目又轻松又刺激又好玩，跟一大票人玩，好像又回到学校，给我学了很多东西。本来我听到华语我很恐惧感，要讲更恐惧感。在这个节目最刺激的就是我说你猜，最好玩，真的最好玩。最怕的是什么？
绕口令啦，对不对？